我总在不停期待着过上某一天的真爱时刻，很想问到底为什么爱情要去遵守什么规则，总是遇到所谓的阴晴轴，陷入了面包爱情的抉择。三十岁其实没什么，别再勉强自己去迎合。 Love myself， 积极心态才是幸福秘籍。 Care about， 给自己多点时间爱自己。成熟无需歇斯底里，小姐小姐等成熟写自信。 It's me， 今天冬季。说话呀，你卖什么萌啊？对不起啊，我确实有点狗急跳墙了。干点人事吧你。你知道的，我很介意办公室恋情，而且我刚分手不久，我不想马上再谈恋爱。就只能介意这个。我去辞职吧，这是我最好的选择。就这么定了啊。现在就去。夏雨，楼梯间的垃圾桶就是我们爱的见证。郑总，不忙吗？不忙。那个，你说事儿啊。说呀。我想辞职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辞职你找我干啥？找周末去？我辞职都得找周末呢。不对吧？玩心眼来了吧？你是不是工作不太顺利，想加钱了吧你？好，我这正好有个项目，视频项目，坐不坐？什么视频项目？又不辞职了？就是简单来说，就是给咱们配对成功的人拍一个小短片，类似于爱情电影那种，怎么样？展示展示。我真是想展示展示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回去好好做个规划，有什么不懂的，我让周末尽量满足你。那他要满足不了我呢？那你就辞职。行，那我尽量满足他。雕虫小技，对不起，默默，我又跳墙了。你说你平时这么磨叽的一个人，今天怎么这么冲动啊？冲动归冲动啊，倒因祸得福了。老郑给了我个项目。什么项目？他让我给那些配对成功的情侣拍爱情小视频。来，咱俩先拍一个，就是我第一个作品。哎呀，你这手机掉没掉？拍一个都怎么的？你俩不上班啊？两点半了。拍一拍，拍！哎呀，就这样子。这个上周的线下活动搞得非常好啊，多亏了郑总的智慧啊，所以我今天决定自掏腰包给大家庆功。好，谢谢郑总。哎呀，要没有郑总你啊，我们今天这个你说我说呀？你说。给郑总舔尴尬了。哎呀，那个什么，你们就吃吧，反正就这点钱，我就不给你们吃了，我回家陪老婆了，好吧？啊，你们吃好喝好，我送你。不用，张超，别藏着了，去吧。慢走啊，拜拜，郑总。那个郑总走了，我讲两句啊。哎，作为公司的调料，你过作为公司的财务，我调料去。老师，你们不调料啊？夏雨帮我调去了。莫姐，你俩没少在一块儿吃饭吧？我又不挑食。老样子啊，半勺糖，半勺醋，三颗小米辣，不放香菜。哎呀，他俩不是没少吃饭呀，他俩是没少在一起吃饭呢。看我就说吧，大家也发现了吧，俩人现在越来越有默契了。我发现了，
大家想不想听他们陈述事实？要。陈述什么呀？陈述，我俩能有什么默契？对，我俩有什么默契？哎呀！别演戏了，没，真没默契。你俩傻了，还傻？我说你俩汽水傻了。紧张了，就是。既然他俩不承认，那咱们就上游戏。欢迎来到默契大挑战的现场，我们现在请公平问：如果你们挣了500万，现在将做什么？五、哎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要踢板，一模一样。你瞎了呀？环球旅行花了500万，是不是要再挣500万？小葱拌豆腐都没有他俩有默契。对，要不然再来一题。来了啊！去游乐场玩过山车的时候，最想玩什么项目？5、4、3、2、1，小葱拌。果然是在过山车上吃冰淇淋的男姐。哎，你们要这样的话，我还就不信了。再来一题。没错，世界上最高的默契就是像他们一样，看似没有默契的默契。来，林提啊，如果只能带一个人去荒岛挖宝藏，你们会带谁？仅限在座的这些人啊。我数3、2、1，你俩一起指出那个人啊。3、2、1，这回一点默契都没有吧？李哥，你为什么学默契呀？夏雨，你带周末去荒岛干什么？说，你们这重点放哪儿了？我不管，我要把你们两个人阻死。哎，萌萌萌萌，钥匙我已经吞了啊。相信我们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他俩就是上下五千年最有默契的一对儿。一对，这个行，再来一题。麻烦你放过我吧，我真的一道题都没有。若南，你来。你俩没默契，你俩啥也不是。张张，起来出题。我提呗。夏雨，你来一题。那我哪有题？那我来一题。树上七个猴，地上一个猴，一共几个猴？有可能是俩，那是8个，可能是仨，上面人怀孕了。错，是4个猴，她怀的是双胞胎。我咱俩没默契，行了吧？听见没有？夏雨自己承认了啊，我俩一点默契都没有。没有。咱俩一个公司的，稍微有点默契也行吧？嗯，这么说我有点心寒了。东东。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荒岛？哎呀，飞哥呀，飞哥，你说你咋混的呀？连个愿意送你回家的人都没有，你就谢谢我吧啊！要不我，你就是睡大街了，你还腾飞呢？你应该叫坠落。哎，往那边吐去，快！没事吧？其实你这人吧，挺好的，但就坏在你张嘴上了，你知道吗？普信男，你听说过没？说的就是你这种人，盲目自信，你承认不？啊？哎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拉倒吧，现在啥也听不着了。你往那边去。干啥呀？你说我现在亲你一口什么感觉？师傅，停车！快！你有病吧，王思飞？所以后来你都以为我喝多了。你不知道哥的外号叫酒仙吗？从来就没喝多过。快！不是若男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死了这条心吧你！哎呀我，他们是不是知道什么呀？知道什么呀？他们昨天就好像在逼咱俩承认咱俩有一腿一样。不对劲儿啊，我得去查查他。哎，你回来，你干啥去？我查查呀。不用查了。你们这俩小情侣啊，天天在我这儿搞对象，以后啊就在这儿啊，我把你俩的事儿都告诉你们同事了，但是这事儿我没告诉你们郑总，我谨慎吧。哎呀，那个雷锋做好事不留名，阿姨也不留名啊，老走了，加油。
不用查了，破案了。你说这胖阿姨啊，还挺帮忙。那？啊，我说这胖阿姨，她还挺着忙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了吗？你笑了呀。我没笑啊。对，上个月是那个我们同事夏雨跟您联系的，然后这个月我们想再用两天场地。不是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看一下咱们那个上个月签的合同是什么。哎，王东飞。哎，您稍等一下啊，稍等稍等。是是是，对，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。什么？哎，你等会儿啊，我上次上网看一下，咱是哪个网址啊？是，喂，哎，怎么还给我挂了呢？还是不行。南姐，打印机又坏了。打印机不坏了，你找我也没有用啊。腾飞哥，你能给我修修吗？我不会，忙着呢。哎，我这拍出来怎么都是黑影啊？你上网查查呗，你要不会。我上网查我也得会呀、啊，这都专业名词儿，你给我解释解释吧，这英文。我就纳闷了，这公司怎么就把你俩给留下了呢？你行，你最行了，天天就知道拿你那破计算机在那瞎摁。我上个月让你给我带件电池，你居然从我工资里扣了。那证明什么？证明我是这个公司里最有用的人。我太想夏雨哥了，夏雨哥在我还有下午茶吃，还能修打印机，我什么不会的，夏雨哥都能帮我解决。咱仨就别在这吵了。夏雨哥为什么辞职？不是因为墨姐吗？老师太狠心了。他就是个冷血动物。哎，我有个提议啊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就这么定了。不是。行行。金口盖没开。你们瞪着我干什么？夏雨自己辞的职不关我的事儿。你们刚刚说了那么多，不就在说自己没用吗？许萌萌，那打印机学了三四个月了还没学明白，我是不是要再招个实习生啊？若男照相机算什么高科技产品啊？我妈都会用。王腾飞，你场地没找到还敢去约会？你别在这无中生有。再说了，夏雨辞职我根本就没同意，他留下个辞职报告就走了，我没算他旷工都不错了啊。那个干啥呢？他们看夏雨做那视频，太棒了，客户特别满意，送了个锦旗，天上无云不下雨，地上无煤不成婚。郑总，对，你来晚了，你大功臣已经被周总给开除了。嗯。啊？你看他小腿一盘，小手一抱，小嘴一抿，跟个没事人似的。周末，你知道夏雨在背后为你付出了多少吗？多少吗？说了，他自己辞的职，就是老师把夏雨哥逼走的。你们都听不见我说话是吗？郑总，我跟你说吧，嗯，雨哥喜欢墨姐，墨姐不想办公室恋情，把雨哥逼走了。嗯，对。打倒周末，还我夏雨。夏雨，打倒周末。停！还我夏雨。哎，好了。啊，我听明白了，你这个没良心的啊，你怎么谁都开呢？那我老婆爱副总裁呢，你咋不给开了呢？还天天人事你说了算。我看你是一点人事不懂啊！你是干啥呀？打电话叫回来呀！打电话，打电话，打电话，打电话！你给他，他自己走，让他自己回来。你不，我给宇哥打电话。打，别让他跑了。开免提。免提，免提。打开。喂。没通的。哎，通了，通了。宇哥。哎，若楠。哎，那个，现在墨姐要有话跟你说。哦。怎么了，默默？那个，你休息好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想让我回去啊？你赶紧回来把打印机修一下。你同意在办公室搞对象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赶紧回来！你再不回来，我扣工资了啊！挂了。喂，哎。我没事了啊，我先干活去了，你去吧。你不多说两句，莫姐你珍惜吧。你说你是不是周扒皮？哎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辞个职，你非得让我回来修打印机、修照相机，下班了不让回家，还得陪你压马路。你不是周扒皮，你是什么呀？要不你把我皮扒了得了。那你滚吧，你可以不用陪我压马路啊。那滚了，我可滚了！我跟你说，我可滚了。烤冷面。烤冷面。想吃吗？吃啊，走。赛跑啊，谁输了谁请客。那你请病了，
小短腿还跟我在吗？说谁小短腿呢？三二，哎，怎么还抢跑呢你？回来，哎，你才小短腿。默默，哎，不是就要吃烤冷面吗？怎么走了？骗子。没事吧，默默？不能让别人知道。你个小短腿，你回来！穿着了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，手伤了吗？手伤了？是自己把自己绊倒了吗？手伤了？手没有，就是把我来再来，没事就行。要不给你找点手机分一下？回家就去好老爷们，有必要。没事吧，周末？啥事没有，接着拍。我还是原路返回吧，我再也不绕这圈了，太危险了我。刚才你们俩状态非常好。啊，怪我那一招了，最好的一条。现在太猛了，太猛了，慢慢的。太猛了，对。是吗？我已经控速了，其实。吓死我！从小就是田径队队员，我可能就你太在那儿起的也太猛了。是。我真撵不上来。哪有那么？呀，真实，叫人抱不上我。